些明星会撞脸小动物的哈、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比如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，像那个浩然，像那个柴犬。我觉得浩然的眼睛比那个柴犬要稍微大一点。好、啊，那当然。千玺像要挖种子，要挖种子，要挖种子。千玺主要是笑出来那个嘴巴的那个，他那个嘴型对比较像。中间是嘉尔吗？对。说你像什么？就是杰尼龟。嘉尔那个真的挺像的，好可爱哦。张若昀像那个哈士奇。若昀那个鼻子不够大，不够撅，不够翘，但眼睛很像。哇，好像啊，龙龙，好可爱。王老师，这个好像，好像，好像，吓死我！要是能中来，我要选李白。顺便要那个恭喜一下我们冬雨的那个跟千玺的电影，好不好？叫做《少年的你》。谢谢冯老师，又帮我宣传一个事儿。就我看有一张路透照片，大家很惊讶，就是说你就像十二三岁的那种小女孩，完全看不出你俩有任何的。